dancing in the dark. Young and free, running wild. I know you feel it in your heart. You turn me on like a fire. Can't get any higher. You're all that I want and more. You'll find me under the moonlight. Baby, can you hold tight?欢迎收睇容易工作室频道，我哋有容易线上睇楼、香港人在大湾区生活、楼市分析、退休生活、美食探店，同埋内地装修攻略、家私购物、大湾区创业等优质栏目，即刻订阅我哋嘅频道啦！好，马上去片。湾区生活知多啲 ，Mango 话你知。今期节目咧好特殊。我哋探訪了一個在中山二十幾年生活和工作的香港的朋友。咁呢個香港的朋友咧，咁佢喺呢邊咧喺二十幾年前咧就買了我哋雅居樂的物業。咁就唔係買三鄉嘅，係買城區嘅。咁分別咧係城區的雍景園同埋依家嘅海欣學院。咁我哋咧嚟探訪佢咧，就順便睇睇呢個二十幾年的一個屋苑啊，依家嗰個情況是怎樣啊？佢嘅業主喺度住到舒唔舒服啊？嚇，呢啲情況咧，我哋都會展示俾大家睇嘅。咁目前咧，我哋入到嚟海欣豪苑咧，係屬於我哋之前推薦嗰個雲頂海欣雲頂嗰個片區，你會睇到非常之舒服嚇。依家咧呢一種絕對係超低密度嘅屋苑，跟住內部嘅道路咧好乾淨，好靚仔，然後咧。今日是工作日，雖然人少，但是他的嗰個入住率咧，絕對是八九成，非常之高，因為成二十年的一個屋苑啦。咁入邊很大，你看到咧呢邊依山而去咧，遠處就是山啦，係咪？上邊咧就是我哋的別墅區啦。咁海欣豪苑入邊內部管理咧，亦都好舒服，所以咧佢就獲得咗咧好多我哋香港嘅朋友啦，同埋本地人咧對於呢個雅居樂呢個品牌嘅認同嚇。咁我哋今日咧就行下佢嘅內園，同大家展示一下。哇！仲有喺度打緊網球。OK， 嗱，咁啊約咗我哋嘅業主咧，佢一陣間就同我哋去佢屋企度睇睇啦。咁而家我哋先唔行小區先，打段電話嚟啦。咁啊先去佢屋企睇睇先。咁我而家咧就見到我哋呢個喺呢邊廿年前買咗海欣嘅業主。咁呢度咧係屬於東區嘅喎，係咪？係啊。哦，呢度係海欣第一。海欣嘅第一最早嘅產品，哇！廿年其實真係 keep 到咁靚喎，嗬！真係犀利啊，真係犀利！呢大概樓高幾多？呢啲係咪冇電梯啊？咁矮嗰啲？冇電梯嘅呢啲。哦，冇電梯嘅。咁你呢度當時買係幾錢啊？我呢邊有電梯嘅咧，就大約5800蚊一平方度。即係佢大咗裝修啊嘛，大裝修。你呢邊又係最大單位嚟㗎喎，你買咗呢、這個。大過雍景園嗰邊。大過雍景園嗰邊，呢度係幾多？834度啦。834度。啊，係。咁就總共當時買5000-6000，咁而家呢度嗱，第一個屬東區，肯定又係呢邊嘅樓價又係萬幾，走上企到好穩㗎啦，而且。整個屋苑咧，你平時會唔會嚟呢度散下步行攞下噶？我好少翻，好少翻嚟呢度。咁其實海欣呢個片區咁多年啦，其實無論香港人、本地人都好好中意、好認同呢個片區，係嘛？雅居樂嘅管理，咁事不宜遲，我哋上去上邊睇睇。咧已經入到嚟咧呢邊，咁呢邊咧。我哋呢位朋友佢就好耐冇喺呢度住啦，咁但系咧買落就廿年。其實咧點解會廿年前會喺呢邊購置咁多物業嘅？又冇住啊！唔係嗰陣時諗住呢度咧，即係第日退休啊，即係環境好啊乜嘢，
咁而家唔需要用到，我都翻嚟好少翻嚟，好少翻嚟呢度嚇。但系咧，海欣，我哋出陽台睇咧，我見到嗰個景色咧，好靚仔，哇！因為咧唔係好高層咧，係咪咧？我哋望出去嗰邊咧就係新城啦，海欣新城嗰邊啦。呢邊呢個高啲嘅嗰個別墅群咧，係都係海欣嘅。係啊，係啊。啊，高啲嗰個別墅群都係海欣。啊啊咁你喺呢邊咧？當時諗住話養老翻嚟呢度住，係啊。係而家其實都唔使用到呢邊噶啦，啊。唔使唔使。咁環境其實好靚，你諗同你當時買個景係咪到而家都冇乜變化？啲樹高啲啦，以前咧可以望埋高爾夫球場，而家啲樹擋咗。哦，嗰度係高爾夫球場嚟嘅。係啊，哦，就係、是、長江嗰個高爾夫球場。係啊。可能如果再高啲就會啦。樓頂嗰啲係咪複式嚟噶？係。哇，兩層嚇！我哋而家見到都有住翻啦。呢度總共樓高係十，應該係十一二層。十一二層高啦嚇。嗱，我哋睇翻下邊呢個平時咧，呢個泳池到夏天嘅時候應該就係開嘅，就開放嘅嚇。咁呢個泳池望落去，加埋呢邊呢個係個餐廳嚟嘅喎。你就甚少翻嚟呢頭啦。好少翻嚟，但海欣空氣真係好嘅，同埋啲水，水係咪？水係水庫嘅水，係啦，同中山市其他地方飲嘅水係唔一樣，唔一樣噶，係嘛？咁所以啲水靚啦。咁當時好多人都係話個買海欣就係佢呢個係第一期產品，後邊先有咩有一成啊？係啊，啊呢個出嚟㗎。最早的就是那片山的別墅和這裡，最早就是近山邊的別墅，因為有高爾夫球場在那裡，加上這邊，是的，然後現在就從這邊一直就往淘金街那邊一路就不斷延伸，現在多人很多了，你剛買的時候是不是沒那麼多人在這邊住？那時候啊，那時候這裡都沒那麼熱鬧，冷清一點。OK， 咁聽講咧，你唔知呢度啦，你海欣嗰、那個豪苑有啦，跟住響雍景園亦都有，都係海欣系列嘅產品嚟嘅。係啊，係。點解會即係當時係會係因為香港人對呢個品牌比較信賴，定係咩原因促使你力夾兩個都係海欣嘅？買開咗啊，咁熟落咗，同佢買嗰度熟落咗咁啊。過嚟呢邊咯。哦，咁樣嘅，咁都買得值啊！咁我哋特別期待咧，睇下去下我哋嘅海嗰、那個艾居樂嘅雍景園呢邊，再去睇一睇啊！跟住咧，大家可以見到呢邊嘅景色咧，非常之靚仔。呢、這個廿年嘅小區咧，響海欣嘅豪苑呢度都係 keep 得咁好嘅，極少有。對面咧係步梯，步梯就平啲，而且呢度咧海欣唯一一個。應該是唯一一個了，屬於東區那邊是廣告開發區的，是啊，這邊是屬於東區的一個物業來的，所以學位那方面又值錢一點。那我們現在就去雍景園那邊，還有一個20年的單位，我們一起去那邊看看現在的情況是怎樣。 Let's go。今天呢嚟到咗打籃球，咁呢度咧係中山嘅口唇調氣全民健身中心。咁喺呢個全民健身中心咧，大家可以睇到佢係位於中山嘅東區啦嚇。咁而家呢個區域咧，我哋嘅航拍鏡頭大家可以睇到係有呢個網球場啦。後邊的籃球場啦，小型足球場啦，同埋嗰邊個大嘅足球場，而且中間有個體育館。咁嗰邊咧就係利和啦，嚇！而家可以睇到。做咩打波打到索曬氣咧？嚇！係啊，運動得少啊，而家已經要堅持運動。咁咧喺呢一個區咧係。中山的核心區域，咁喺呢個核心嘅區域裏邊，雅居樂其實有一個
好老牌，但系咧好红嘅盘，就望正呢个咁大嘅我哋嘅运动公园，跟住呢度仲有个乒乓球馆嘅话吓，跟住身后咧就系博爱路，然后嗰边咧就系利和广场，所以景色又好，运动公园又有，交通又方便，就系我哋身后嘅呢个雅居乐雍景园嘅楼盘。雅居乐雍景园呢个楼盘咧，系2000年开始交楼嘅，今日到而家咧系足足20年，22年都嚟啦。咁而家个楼价，二手楼价咧，20年嘅楼，而家个二手楼价咧，均价16000，咁贵嘅18000啦吓。咁啲朝北向嘅争啲嘅户型咧，都要去到最平最平都要去到14000。咁呢度咧学区系非常之好嘅，系就读雍景园小学。所以咁多嘅嘢嘅配置咧，呢个地段就决定咗呢个楼盘嘅价值咧，就一直都好高。咁点解今日会嚟到呢度呢？第一系俾大家睇睇咧，即系一个地段对于呢个屋苑嘅影响系几咁重要。即系中山嚟讲，呢个位置系靓嘅。咁由于呢个靓嘅位置有好嘅学校咧，咁一直都系好多有钱人咧会中意住喺度，出入又方便啦，小朋友读书住上又方便啦。慢得散步去玩去行向对面运动公园又非常之方便，咁入边嘅小区管理呢20年嚟咧管理都非常之好嘅。咁今日咧我哋有个粉丝佢有间屋喺度装修紧，咁呢个咧亦都系响中山生活咗好多好多年入边开厂嘅一个朋友，咁佢咧就装修间屋，我哋就去睇呢间屋，顺便咧拍一拍呢一个屋苑嘅情况俾大家睇睇，睇下中山咧啲本土老牌嘅。内嘅屋苑到而家系咩样啦 ？OK， 跟住我哋嘅镜头咧 ，Let's go。依家咧，我哋入咗雍景园啦，呢度咧。就是一入门口一个好气派的会所啊。咁啊，今日咧我哋红哥咧就会佢就喺呢边生活咗好多年啦。红哥之前呢个会所系好多好多嘢嘅喎，系啊系啊，好多啊有酒楼啊，有剪发啊，有游泳池啊，打保龄啊，哇吓！咁、啊、你买呢个屋苑咧、啊，我哋一路行一路讲，今日嚟参观一下我哋红哥间靓屋。装修紧系嘛？系啊，买咗几耐啦？买啊有20年啦，20年咯，即系当时新楼嘅时候买嘅。系啊系啊，哇，诶，咁20年咧呢边你感觉佢即系呢个小区已经20年嘅屋苑嚟噶啦。系啦系啦，你记唔记得你买嘅时候几钱先？买嗰阵咧就大约我折打埋折就4500到啦。4500到，20年前4500喺中山算系贵嘢嚟噶，绝对系贵嘢嚟噶啦。啊，佢标价标5000咯，标价标5000，但你可以即系识得人咯，系嘛？就可以咁雅居乐呢个品牌系当时其实都好吸引我哋香港朋友啊，或者本地人都好认同呢、這个。当时嚟讲，中山嚟讲啊，佢又。是最好的啦，是啊 ，number one 嘅啦，系啊，呢、這个位置其实咁耐一直都，依家都好好，依家都，因为都近你我啊咁样啊，唔使揸车行过去都仲得。对面又是体育场啦，我啱先去呢度打下波嚟索气索到。咁其实你摆咗咁耐咧，而家又继续再即系翻新下都住，即系其实呢个地段都非常之认可噶啦。系啊，系啊。咁而家呢間屋咧翻新係做幾耐啊？做咗幾耐啦？已經原本咧就春節前嘅，咁、我唔急，咁啊佢去做急嗰啲，我叫佢春節後繼續、慢慢做靚啲啦嚇。
哇，呢、這個湖咧，其實我見到好多屋苑咧，中間假如有個湖嘅話咧，啊，一般都荒廢咗啊，乾塘啦，廿年喎，而家佢管理得仲好好喎，嗬？係啊，啊，係，我哋再欣賞下你嘅小區先。好啊。依家呢度咧，佢係冇地下車庫，係咪？因為廿年前嘅樓嚇。有車庫。哦，有車庫，但路邊都又可以繼續停車。係啦。呢度停車幾錢啊？我唔係好在意，應該都係五蚊到啦。應該都係五蚊到啦嚇。哇，呢個位置五蚊到算係好著數噶啦喎。物管你覺得 O 唔 O K 啊？廿年嚟講，因為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呢樣嘢啦，物管嗰方面嘅服務都 O K。佢嗰陣時入廿年前咧都兩個幾銀錢一平方，哇！一路咧冇加。但係廿年前兩個幾係好誇張噶咯喎，係嘛？嚇！OK， 你嗰度系望到呢个靓湖噶啦喎，系嘛？望嗰边。哦，望嗰边。嗰边都一样。体育场嗰边嘅系嘛？好，唔系望嗰度有个又系有个公，即系公园啊咁样。哦，咁样嘅。好，咁我哋就往呢个方向行，一阵间上到我哋嘅靓屋睇睇先。依家咧，呢度总共有几多平方啊？佢就建筑面积125。建築面積咧，實用面積咧，估計大約都係100度啊。OK， 四房喎，係咪啊？三房。你改過啲間隔嚟喎。係啊，係啊。係嘛？我哋去睇睇，即係原先呢邊嗱呢個廚房啦。嚇嚇，咁我哋過嚟呢邊，哇！做曬呢個係磚上牆。嚇！廚房全部都整過曬㗎啦。呢、這個洗手間係啦，係啦，這個洗手間全部整過曬啦。啊，呢、這個亦都改咗嚟，改咗嚟。原先係點樣？原先咧就係呢個就咁樣呢度。哦。咁我而家偷咗入去。哦，佢偷咗主人房嘅洗手間。偷咗主人房嘅洗手間入去。OK。咁嗰度沖係啦，淋浴區嚇就大啲。呢個書房啦。嚇！你嗰行喺前邊。係咯，你行喺前面得嚇。呢個書房 ，OK。呢度設計都係揾咗設計師嚟幫手設計嘅。冇，你自己 design 就揾人嚟實施你嘅想法。啊，呢個客房，呢個客房，哦，客房儲收納空間都好多喎。嚇！嗱，我哋嚟到。主人呢度亦都係偷咗出嚟洗手間嘅。哦，即係其實主人房嘅洗手間可能縮細咗，偷翻個位置嚟做儲物。係啊。哇，係。我哋繼續入去入邊睇睇。哇，偷咗主人房個廁所都好大喎。係啊。佢原先嘅設計係咪有浴缸設計喺度嘅？係嘛？唔係，佢毛坯房嚟嘅當時。哦。嚇！毛坯房嚟㗎。但係好大個啊！呢個嗰陣時，如果咩嘢，我仲有蒸汽啊，乜嘢陰用桑拿啊嗰啲啊。嗱，我哋嚟到呢邊呢個主人房，主人房好大間，個窗台係咪未打得啊？打唔到啊？打唔到，我換個塊大理石。哦，就要換嗰塊大理石。嚇！呢邊就冇做櫃體啦，呢邊有冇做櫃體啊？冇做。哦，呢邊冇做櫃體。呢度櫃，呢度呢欄做。哦。呢一欄係櫃體，哦，然後呢埲牆咧，我會再打咗佢，又係做櫃。O K， 呢埲牆打咗佢，嚇，做個飾櫃咁。即係攞個櫃嚟隔住佢咯。嚇，哇，喺紅哥天設計師嚟㗎。我哋去陽台睇睇嗰個靚景先。喂，當時你買呢度嘅時候咧，中山均價應該係兩三千蚊到咧。嚇，呢度已經係賣緊。5000元啊！你係揾到朋友內部價先至可以，當時嘅4500元買到喎，係咪？啊！呢個位置，哇！樓王位置，下邊有個籃球場，係啦，仲有個細細嘅湖仔啦，啊！樓間距啊，基本上係好闊噶啦。嗰邊就係蔡南展啊，嗰邊咧。街市啊，買餸啊，好方便噶。
紅哥有冇去？唔係呢度嗰邊南下。哦，去南下市場。南下市場。村後邊嗰條街行出去，去南下市場。就喺呢個後門。係啦。雍景園後門。一行出去，一行過對面就係南下市場。就係南下市場，好多嘢買，好多海鮮㗎，南下市場。所以當時就咁多人咧都中意買呢個位置啦嚇。春節咧，如果喺呢度咧，仲可以睇到體育館放煙花。今年唔知做。佢係喎，佢一打上去好靚啦。我哋呢個朝向係朝咩朝向？南。哦，南向。呢邊咧，我哋上網睇咗下咧，依家二手掛出嚟咧，南向起碼都萬，都仲要去到17,000-18,000。而且咁大咁靚嘅單位，價值一直係冇乜點跌過嘅呢邊。紅哥向中山生活咗廿幾年，你感受如何啊？覺得呢邊？好舒服。係咪啊？咁舒服，同埋咧就即係比較冇咁混，冇咁亂啊！哦，呢樣嘢咧，我真係代好多觀眾朋友想請教你嘅，因為其實佢哋咧喺香港咧就驚住話翻到嚟呢邊會雜啊，會亂啊，其實唔會啊！你喺呢邊生活咗廿年，你感覺會唔會出現嗰種好雜好亂嘅情況？冇呢樣嘢。而且咧，同大家透露一下咧，紅哥咧係。在呢邊做廠啦，咁所以接觸嘅工人其實嚟自五湖四海，嚇都會有噶啦，係嘛？其實都唔怕雜，都唔怕，係嘛？嚇！咁呢度你平時生活多唔多咧？呢個區域咧？呢度當時初初買嘅時候咧，我係經常都喺呢度。哦，嚇！經常買嘅時候就住得多啲，係嘛？係啊。而家就即係寧願抌錢翻身下，其實呢個地段都係中意買翻呢度。同埋當時首歌翻學啊嘛，方便啲。點會諗到咧？從香港過嚟中山，選擇中山呢個地方做生意嘅？因為小欖嚟講咧，佢又係有個五金嘅圈子喺度。咁變咗我哋做鎖嘅時候咧，五金嚟講咧就喺嗰度比較方便啲。哦，供應鏈就充足。但是當時你都膽粗粗的，直接就可能對中山都不太熟就衝上來了，是吧？都不是，我首先跟一些鎖廠有聯繫，初時給一些單去做。哦，就認識他們的，這樣的，就了解這邊情況。是的。好，多謝紅哥的今天接受我們的採訪，讓我們看到一個這麼漂亮的屋苑。那我們呢，在下期節目呢，會跟大家去分享更多呢邊嘅生活啦，呢邊嘅一個情況啦。咁總結一下咧，呢個雍景園呢個小區之所以而家咧仲係可以咁好，之所以而家個價格仲係可以咁堅挺咧，主要原因係地段。講真，你話景色唔係最靚嘅，但係方便交通程度基本上係想要咩都有。咁所以呢個先係決定一個樓嘅價值所在。呢、這個就係廿年嘅雍景園都仲可以賣緊16,000-17,000的最主要的原因，很多很多，即香港不同，內地來說，即20年的屋苑還可以站到這麼堅挺的價格呢，是極之罕見的。所以再次驗證一句說話，就是買樓的時候你一定要很關注的一件事，就是地段和物業管理費。那這裡可以維持到這麼新淨呢，你知不知道在20年前夠膽收2.89元是什麼概念呢？當時中山的物業管理費大概是8毫子左右，它是收2.8元。咁你可以想象咧，咁係翻咗好幾倍嘅物業管理費，但係咁多倍嘅物業管理費睇到係超值嘅。你望到出邊嘅外牆，雖然係磚仔，但係依家係新嘅，有人保持清潔嘅。你望下下邊嘅樹，下邊嘅個泳嗰啲水池，全部都係打理得非常之好嘅。咁所以你整個屋苑睇落咪夠新淨咯，屋苑睇落夠新淨先至值錢噶嘛。所以物業管理費記住，大家唔使驚多交，最好就多交啲，你幫我管理好呢個屋苑，咁啊最 fit 嘅啦嚇。咁今期咧就同大家 share 到呢度啦，下期節目咧再介紹更多中山嘅飲飲食食啦，開心資訊俾大家，希望一直得到大家嘅關注同埋分享，多謝曬，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Go down. You got me dancing in the dark.
free, running wild. I know you're feeling.